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再不给我曼鲁文交钱，这就是家长。快点，怎么回事？把钱给我拿出来，给钱。看什么看？听见了吗？交钱，快点。说你呢，快点，掏钱，快点。听见没有？把钱给我拿出来，给钱。哼，今天收获不错啊，这曼鲁文的名号挺好使。来，咱哥仨分了他。给，谢谢大哥。这你的，来，谢大哥。今晚上啊，万花楼走一走，哥请客。那个小翠儿啊，想死哥了。一时低价一试，只因最爱的网上免税店网易考拉邀您共享招摇。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我都愿意试，只要能离开，死也愿意。我死不行，半死不活可以。行，随我来，看看你再决定。是什么？净池，脱离尘世，必须要忘却悲欢，不念往事。想从七指地离开，也必须要先洗净七指地的痕迹，方能找到出口啊。那就是说，洗洗就能出去了？竟有这等好事？我怎么没听说过呢？小子。你可以试试。好嘞，那我先替阿姐试试。哎，莽撞，要你洗的不是身体，那洗什么？这净池的水有洗涤血液的功效，可在清洗之前必须要在身上五个部位划上一刀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这里，四肢连接心血脉交汇的地方，还有这里，至少要流出一半的血液出来。换血的时候疼痛还在其次，一不小心就可能命丧黄泉呢。竟如此可怕，怪不得这净池干干净净，却没人敢来。阿姐，你不如留在这七指地，远离红尘，忘掉世俗，等时间久了，什么爱恨情仇都忘了，何必要在这儿受着净池之苦、洗血之痛啊？
我是。这净池洗血之苦，至痛至险，常人难以承受。即便是你侥幸挺过去了，元气的折损也非常大。即便如此，我也一定要出去。为何执着？因为我有一场深情，无法辜负。门主，九天术术法霸道，极其耗费神识，凡使用此术者必九死一生，还请门主三思啊。无妨，只要能找他回来。还请门主保重身体。谢神主，你快劝劝门主啊。换按罗位来为我护法。门主，这是门主令。是，领门主令。阿大，沈燕姑娘来得正好，快帮我劝劝门主吧。门主怎么了？他一心要使用九天术去找前门主，以他的身体状况，恐怕会有性命之忧。厉门主，厉门主，他一定会回来的，您要保重好身体，等他回来。我心里有数，你不必多言。您一直都知道他是陆昭瑶吗？他在我心里是独一无二的。门主使用九天禁术，必定九死一生。阿大，你怎么不劝劝门主？他这样做实在太冒险了。就是啊，是啊，大厦宗门之后，为何要行此凶险之事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是门主令。我们安罗卫的职责是什么？就是绝对的服从和忠诚。门主现在需要我们护法，尔等皆为安罗卫的精英，更应齐心协力，不得出任何纰漏。是，领门主令。你说什么？门主要使用九天术，你们为什么不拦住他？拦不住啊！真是苍天有眼呐！李晨拦用九天术自掘坟墓，为何还要劝他？这就叫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，他自己找死。
真是再好不过了。李晨岚的眼里，从前没有你，今后更不会有。你只有比他站得更高，他才能看见你，懂吗？将千里镜拿来。是。让其他暗罗卫来拿。今后你不用在无恶殿当值了。是。来人，将林子瑜关进地牢。门主，门主，魏长这些年的忠心大家是有目共睹的，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，还请门主三思啊。闭嘴，你若再帮他求情，一并关押。老夫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是想在牢里做一辈子丧家之犬，还是和老夫一起上万路门的顶端做无恶殿的主人？你想让我怎么做？把这个交给北山门徒周柏。子瑜姐，小韵韵，你这弹的是什么曲子？怎生这般动听啊？忆故人。这首《忆故人》曲声悲怆，倒是应景。只是小韵韵，你怕是有心事吧？金仙死后，万路门一家独大。如今江湖上有许多草野之徒，打着万路门的旗号为非作歹。小韵韵，你放心，万路门再嚣张也不敢在你青音阁阁主面前造次。再说你不还有我的吗？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。剑心门被破，金仙已逝，江湖正道衰微，宗门艰难，最受苦的就是那些百姓。若任其继续发展下去，你我恐再无安宁之日。那依小韵韵的意思是，
平日里你的主意最多，依现在形势，你可有什么法子平衡这江湖势力？倒是有一个法子，说来听听。借力打力方为上策，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。不知小韵韵，你还记得那新山江舞吗？小子，快与我兄弟看看病。你们的主子是叛徒，我们不给叛徒弟子药。你嚣张什么？你给我等着，待到北山主翻身做主，重登高位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也不给你端，你让金仙复活了，也是背叛了我们万路门的人。我，哥哥，你好点了吗？先吃药吧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只是觉得有点对不起女魔头，是我连累了她，害得他现在生死未卜，让厉晨来以身犯险，都怪我。柳苏若让我去凤山换苍岭哥哥，不许去。我要去。你去就是给他们送血，到时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。可是他们说要杀了苍岭哥哥，我不可能不管。你这身功法连最笨的宗门门派都打不过，你能救谁出来？我学会了顺行术，我可以用顺行术带苍岭哥哥一起回来。你急什么？我跟莫青说过了，等他伤好了便和我们一起去救柳苍岭。我等不了，他们还有一个时辰就要把苍岭哥哥给杀了。那是他们骗你的，你不去柳苍岭也不会有事。不行，我不管你。芷媛，若说有错，也当是我的错。打扰到你们了。他该换药了，你来帮个忙吧。
沈楼主。安思，纸烟姑娘来了吗？哦，纸烟姑娘在静心门少主房里。有些事情是没有对错的，你只是在救一个人和害一个人之间选择了救一个人。把药给我吧。既然救了，又有什么可后悔的？可是很多时候救人也是要付出代价的，选择总是这么艰难，而后果又总是这么难以承担。你以前救沈姑娘的时候也是这么痛苦煎熬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抱歉抱歉，我只是听江湖传言。无妨，其实也不是什么伤心的事，救他也好，替他渡出寒毒也好，让他忘了我也好，总比什么都不做强吧。当你眼前只出现一条路时，选择就不会那么艰难，后果亦不会难以承受。寒光，你来干什么？帮我救他。你们先下去。是，门主。救他？我为什么要救他？你是大夫，我又不是。我需要一个功法高强的人来帮我。当今世上，没有几个人能达到这种境界，你算一个。我创立的是万路门，可不是什么善堂。任何条件我都答应你。要你留在我万路门当大夫，你答不答应？多久？一辈子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芊芊，可是芊芊，快开始吧，痛快。
该为我受这寒毒之苦。为今之计，只有让你忘却这一切，才能重新开始。皇宫，你要干什么？忘了我，忘了这一切。不要，你就不用承受寒毒之苦，就让我记住这一切就好。公子可有兴趣对弈一局？还想让我忘记你多久？想起来了，寒毒复发，你不能想起来。沈千姬从不畏死，但是我更怕我再也记不起来你。不要，沈楼主。
千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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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沈老主，千姐，千姐，千姐。千姐，千姐，关于楼公法，我不能动情，我便废了他，便不必再忘记你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啊，姐姐，沈楼主，现在不是发愣的时候，你现在赶紧把沈楼主扶回房间医治，然后通知关玉楼的人来。是，快，是。哎呀，江门主日理万机，可对于每月一次的义诊风雨无阻，实乃当地乡民之福啊。客气了。啊，请。这些是补血养气之药，你按照我的方子服用，三日之内便可见效。谢谢大夫。来，我看一下手。啊，应该就是普通的风寒所致。我给你开个方子，回去照着我的方子，早晚各服一次，切忌吃寒凉食物。还有下月的今日，记得来此地复诊。您真是位活菩萨。去抓药吧。谢谢啊，大娘，来跟我抓药。江门主，别来无恙啊。金仙大难不死，实乃我宗门之幸。当时情况确实非常危急，大业未成，尚且遗憾，未能匡扶天下正道。我万没想到，竟然有机会死里逃生。文轩，你沉睡的每一天，我都在心里不停地想，不管用多少方法，不管付出多少代价，我都一定要让你醒过来。我此生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能做你的妻子。每天早晨，我可以看着你醒过来。闲的时候，我就陪在你身边；你忙时，我便在家等你回来。我背叛门派，背叛信仰，伤害至亲，终于让你苏醒过来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既然先走的人是我，苏如，你看，这人间多美，可是我一点都不稀罕。
唯有你，再是我唯一的眷恋。明轩，苏如，你是我的夫君。苍天有眼，佑我宗门。如果金仙不嫌弃，可随在下回到虚宗门休养。在下略通医术，也可帮助金仙恢复元气。多谢江门主美意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能在此时遇到江门主，实属明轩之大幸。金仙客气了，有金仙在才能让宗门凝聚在一起，金仙实在是宗门人的信仰。匡扶正道，我义不容辞，只是我死而复生之事容易引起江湖风波，许多事还需从长计议，精心部署，还望江门主先不要把我的事透露出去。这是自然。去吧。不能帮帮他吗？自己的路只能自己走，我们帮不了他的。希望丫头好运吧。母亲，等着我。